球，球。下午他要踢足球。下午他要踢足球。去，去。我在去飞机场的路上。我在去飞机场的路上。去年，去年。小芳现在比去年瘦。小芳现在比去年瘦。热，热。今天天气太热了。今天天气太热了。人，人。他家有四口人。他家有四口人。认识，认识。他们是什么时候认识的？他们是什么时候认识的？认真，认真。别听了，认真写吧。别听了，认真写吧。日，日。我们三日内给您送到。我们三日内给您送到。日期，日期。保证按合同要求的日期发货。保证按合同要求的日期发货。肉，肉。今天的羊肉很好吃。今天的羊肉很好吃。三，三。我们家有三个人。我们家有三个人。山，山。他喜欢跟朋友一起去爬山。他喜欢跟朋友一起去爬山。商场，商场。后天咱们去商场看看。后天咱们去商场看看。商店，商店。明天他想去商店买一个杯子。明天他想去商店买一个杯子。上，上。你的桌子上有什么？你的桌子上有什么？上班，上班。我每天坐公共汽车去上班。我每天坐公共汽车去上班。上边，上边。那家店在高层，从上面看下去特别漂亮。那家店在高层，从上面看下去特别漂亮。上车，上车。我叫到一辆出租车，正准备上车呢。我叫到一辆出租车，正准备上车呢。上次，上次。小李对上次比赛很满意。小李对上次比赛很满意。上课，上课。我今天去学校上课。我今天去学校上课。
上网，上网。弟弟每天晚上都上网看新闻。弟弟每天晚上都上网看新闻。上午，上午。昨天上午你去哪儿了？昨天上午你去哪儿了？上学，上学。你真的要去国外上学？你真的要去国外上学？少，少。这几天他吃的很少。这几天他吃的很少。谁？谁？这是谁的苹果？这是谁的苹果？身上，身上。我身上的现金不够，我身上的现金不够。身体，身体。你身体怎么样？你身体怎么样？什么？什么？他什么时候回家？他什么时候回家？生病，生病。他最近太累了，已经生病了。他最近太累了，已经生病了。生气，生气。别生气，我十分钟就到。别生气，我十分钟就到。生日，生日。今天三号。明天是我的生日。今天三号，明天是我的生日。迟，迟。我十点去工作，现在在家。我十点去工作，现在在家。时候。时候，你什么时候去北京？你什么时候去北京？时间，时间。今天下午我没时间去看电影。今天下午我没时间去看电影。是，是。你打电话有什么事吗？你打电话有什么事吗？是，是。还有蓝色和黑色的，拿一件您试试。还有蓝色和黑色的，拿一件您试试。是。是，哪个杯子是你的？哪个杯子是你的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我们是不是走错了？怎么还没到？我们是不是走错了？怎么还没到？手。手。妹妹的眼睛很小，耳朵很小，手不大，头发不长。妹妹的眼睛很小，耳朵很小，
手不大，头发不长。手机，手机。你看见我的手机了吗？你看见我的手机了吗？书，书。这本新书是你的吧？这本新书是你的吧？书包，书包。你看，这是我的新书包。你看，这是我的新书包。书店，书店。你为什么不在书店工作了？你为什么不在书店工作了？树，树。同学们现在在树下。同学们现在在树下。水，水。你多喝水，你多喝水。水果，水果。你吃水果吗？我这儿有水果。你吃水果吗？我这儿有水果。睡，睡。睡了，他是五点睡的。睡了，他是五点睡的。睡觉，睡觉。我在睡觉呢，我在睡觉呢。说，说。我妈妈会说汉语，我妈妈会说汉语。说话，说话。别说话了，快点吃饭。别说话了，快点吃饭。四，四。他家有四口人。他家有四口人。送，送。姐姐送给我一块手表。姐姐送给我一块手表。碎，碎。你几岁？你几岁？他，他。他是哪国人？他是哪国人？他们，他们。他们几点去看电影？他们几点去看电影？他，他。他在做什么呢？他在做什么呢？他们，他们。他们在谈什么？他们在谈什么？太，太。昨天上课太累了。昨天上课太累了。天，天。我每天十点睡觉。我每天十点睡觉。天气，天气。今天天气怎么样？
今天天气怎么样？听，听。你别说了，我不想听。你别说了，我不想听。听到，听到。我刚才叫你两次，你都没听到。我刚才叫你两次，你都没听到。听见，听见。这么认真，叫你两次都没听见。这么认真，叫你两次都没听见。听写，听写。现在让我们来听写。现在让我们来听写。同学，同学。妈，我跟同学去打篮球。妈，我跟同学去打篮球。图书馆，图书馆。我每天下午在图书馆学习。我每天下午在图书馆学习。外，外。外面有点冷，外面有点冷。外边，外边。他们现在在外边。他们现在在外边。外国，外国。我们去外国喜欢买当地的特色产品。我们去外国喜欢买当地的特色产品。外语，外语。我一句外语也不会说，怎么出门呢？我一句外语也不会说，怎么出门呢？玩儿，玩儿。喝完了，我们去前边玩。喝完了，我们去前边玩。晚，晚。七点多，不会太晚。七点多。不会太晚。晚饭，晚饭。晚饭做好了，准备吃饭了。晚饭做好了，准备吃饭了。晚上，晚上。我中午吃的太多，晚上不吃了。我中午吃的太多，晚上不吃了。网上，网上。网上买衣服没法试穿。网上买衣服没法试穿。网友，网友。各位网友大家好。各位网友大家好。忘，忘。我忘带钱包了，你带钱了吗？我忘带钱包了，你带钱了吗？忘记，忘记。对不起，刚才开会忘记了。对不起，刚才开会忘记了。问，问。你问问他想不想来我们公司。你问问他想不想来我们公司。我，我，我是留学生。我是留学生。我们，我们。明天我们有考试。明天我们有考试。
五，五。现在五点，现在五点。午饭，午饭。午饭准备好了吗？午饭准备好了吗？西，西。喂，我已经到公园西门了。喂，我已经到公园西门了。西边，西边。真的吗？太阳从西边出来了。真的吗？太阳从西边出来了。洗，洗。你的衣服我帮你洗了。你的衣服我帮你洗了。洗手间，洗手间。他现在在洗手间。他现在在洗手间。喜欢，喜欢。你喜欢什么运动？你喜欢什么运动？下，下。桌子下面有什么？桌子下面有什么？下班，下班。下班陪我去逛街怎么样？下班陪我去逛街怎么样？下边，下边。刚才跟朋友在下边的花园聊天，聊得特别高兴。刚才跟朋友在下边的花园聊天，聊得特别高兴。下车，下车。你为什么不让我下车？你为什么不让我下车？下次，下次。好，下次去一定告诉你。好，下次去一定告诉你。下课，下课。下课了，回家了。下课了，回家了。下午，下午。下午我去朋友家看电影。下午我去朋友家看电影。下雨，下雨。下午会下雨，下午会下雨。先，先。今天太晚了，到家以后先休息吧。今天太晚了，到家以后先休息吧。先生，先生。你看见张先生了吗？你看见张先生了吗？现在，现在。现在五点，现在五点。想，想。今天太冷了，我不想去了。今天太冷了，我不想去了。